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像地底下传来的轰鸣。好像靠近了。听着，还不认得成就要进去打，才会增加成就天下名不易重。要进去打？怎么会这样？关神山竟然塌了！没错，我扫过他都没加。这么烂呢？寡荒是靠环神山支撑的，只剩他了，寡荒可就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我写信问过官方了，是那里，是那个组长。了解了，难怪觉得他没有动过，都是因为这么麻烦的吗？麻烦。小不点，小不点，你怎么了？这么麻烦的，怎么回事？都是依依，是因为依依。这里是三皇明园陛下，依依记得这里。扫的三皇明园沉入幻海三百余年，竟是又重现了吗？小不点儿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依依注定是那个带来毁灭的人。依依的诞生和历代游击都不同。长老早就说了，花荒会在依依手里彻底消失。简直一派胡言。没错，关关文牒是说成就里的天下名不易重的数量。他们说什么你都信？荒谬！还是快离开这地下。其余的事情往后再说也不迟。你依依大爷来啦！依依大爷来啦！这样。都没有，就刚刚没有。桃片少一星，那个攻击人有点差啊。奇怪，离幽剧情说他的脸是赵冰丽弄得，看起来就是不太像。他不是赵冰丽吧？他是说就是看到脸，他的脸才有那个型吧。左大安慰十一一下。可是他没有说一定是完全赵冰丽啊。依依大爷。整形失败吧？整形失败。他只是说没有看到宾里，他不然他没有脸，对，他也没有说是一定是跟宾里一样啊。神魔共死后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柔情世故。冰丽的脸是罗喉捏的。把他拉出来啊。还是喜欢天行九歌的燕灵姬。燕灵姬。哇，这样都 K 得到。那罗侯看了不少日本漫画。漫画看太多了，罗侯。曹气领命。还是喜欢斗破苍穹的云云。曹气领命。小本子看不少吧。曹气领命。啊，后面这个都会闪避的，所以说你有一个闪避手的话会比较闪避头，破闪避头啊，你后面有个破闪避头会比较简单，不然你都要浪费一个能力去打那个闪避的。有啊，他会送。忘记哪时候可以才能拿到那个破闪避头，是很好的。画荒中怎又会有冤兽出没？这
怕是因为环神山坍塌了的缘故吧。传说环神山立于山海光明一战之后，支撑化荒，但赵佑曾和依依说，环神山是古老的遗迹，其存在其实远在山海光明之前。环神山封存了古老的生命，据说也是一些失落之地的入口。我是觉得很蛮不错的，我会给扫兴装啊。会毁灭化荒。没错，想必是因为这，才有了环神山倒塌、化荒会毁灭的说法。十一跟阿良比较适合。古老的生命指的是冤兽。哼，说不准还有罗侯眷族呢。毕竟当初三皇创冥界，我父神也在其中。冥界，凭什么就无罗侯眷族之地？十一跟海王，也不是只有幽界生灵。创生之际，究竟出现过多少生灵，谁都不知道。于西，嗯，你在喊我，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奇怪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。就是突然有感而发。你就从没想过，出现在环神山之巅的我，究竟是什么吗？